提供一个每个礼拜的礼拜三，我们就提供一个这样的时间，能够跟大家去分享像这样的一个一个时间，然后无关唱的好坏，只在于你愿不愿意做音乐上面的分享。当然其他也可以，有人表演过魔术，对，有人表演过什么其他的，还有表演过求婚，都蛮好玩的。好，我是卑南族人，我照例我的三首歌我都一定会唱一首卑南族的歌。是虚词，端看唱这首歌的人的心情去感受。不过，这首歌里面唯一有意思的只有两个词，一个是简单讲就叫做帅哥美女们，对，关妈妈，谢好。那，唱作家两年多，我觉得每一次我都很高兴。我想做，就是单单就我们的音乐做一点分享。其实那分享没有什么其他的，太多的意思了，背什么民族意识那都太重。但是只是让人家觉得，就是说一个
卑南族，在台湾了不起就10000多，不到20000人，对。但是我们的音乐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方式去展现，然后给人家不同的感觉，不管你们怎么听，对。今天唱的我今天歌手比较嗨啊，所以唱这首歌我也比较兴奋。它也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在收获季里面的一些很主唱的歌曲。好。